都是神探咯。其实还是默默的会去观察一些身边的朋友，就难免会去偷观察，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不喜欢被观察，而且我那时候也是一直持续的一直反复的在看影片，然后美国影集 CSI， 因为我们这类似这样的题材，所以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办案啊，杀人杀人啊，然后看尸体啊，就这样。越多人正在神魔之塔里面呢，不止我身边的朋友，我自己也沦陷了，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玩，而且重点是我因为我最近搭公车去上班，重点是我一上去那个时段才早上大概6点多吧，很早对不对？在哪里神魔之塔？我上去前面就一个男的在玩神魔之塔，其实我有玩，前一天晚上我已经有克制自己，就是因为太早要上班，所以不能玩。就可能要中
是后排。后排。哎，那就来了，谢谢。好，先别要镜头。好，先 OK， 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做完嗨。啊嗨，好不好？要用背镜头，背镜头，背镜头。加油！好，加油了。现场可以帮忙一下。现场帮忙一下，左转右转，好好的。加油！你有十秒，八、七、六啊，快门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按快门。转